老板不注意，又买的蚊子印章整蛊他。哎呀，这天怎么有蚊子呢？你说这么多蚊子，哎哎，老板雨衣。小马，不是有蚊子，他在吸你的血啊！你看，真的有蚊子。果然相信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还打我？对不起啊，那下次你有蚊子，你直接打我就好了。行，你说的啊。报仇的时候到了。呀，蚊子，蚊子，你看，真的蚊子。哎呀，蚊子，蚊子，老板。太贵了。哎呀，让你平时再欺负我。准备接大招吧！哎，我蚊子，老板，这真的是蚊子，这不，老板，真的就是个蚊子印章，我逗你玩的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刚才阿姨不是凶你了吗？咱用这个整整阿姨啊！我不要，你别呀，我帮你打掩护，绝对发现不了，靠谱的很。真的？真的。提前把蚊子印章的事告诉丈母娘。呀，这还挺像。于是老板，哎呀，这怎么有蚊子了嘛？你贴了吗？别动！学的还有模有样。你看，好大一个蚊子呀！你怎么这么大个儿？丈母娘脾气也太好了。哎呀，蚊子，你看。又有个蚊子，好戏要开始了。我扯这个脚，我说说。哎，好。妈，我和你俩一起啊。行，你扯着呗。哎呀，好大一个蚊子！你看，妈，咱们家蚊子也太多了。要不然你让小马买点那个蚊子药，去去蚊子吧，对吧，小马？对啊。我这个死丫头，你都套了我头上来了！哎哎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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